电话0399899319。4月4号礼拜三，观世音菩萨圣诞，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10点，亲到普光福德院，迎奉观世音菩萨圣诞，特别举办北区联合护生、点灯、药供甲慈悲施舍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4月5号礼拜四，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8点半，台中五峰讲堂北关斋戒甲药师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4月6号礼拜五，普贤菩萨圣诞，旧时过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倍。上午9点半。嘉义慈悲学迎奉普贤菩萨圣诞，特别举办清明孝亲报恩龙凤圆满法会，各年度功德主点满点圆游会。联络电话：05-225-5888，05-216-6700。4月7号礼拜六，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10点。台南麻豆护生园清明孝亲报恩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慈悲施舍甲龙凤法会圆满回向。联络电话：06-571-9119，06-213-1112。4月8号礼拜日，念罗霞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度罪一千劫，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10点，高雄中都潭地公园附近龙凤圆满日，南区联合举办护生、点灯、药供甲大鹏山慈悲施舍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7-710-3522，07-556-9911。4月10号礼拜日，旧时过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下午3点，屏东大腾公司屏东区义宽啊苏西乡宴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甲慈悲施舍法会。联络电话：08-751-6018。4月12号礼拜四，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8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北关斋戒护生点灯供水药供甲慈悲施舍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佛陀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好不好？如来立身之首务，以戒律为基础，乃至于这个世间有四种人，跟我念一遍：从光明走向光明，从光明走向黑暗，从黑暗走到黑暗，从黑暗走到光明。这个代表什么呢？黑暗跟光明 的关键就是戒律啊。你上辈子有持戒，你这辈子啊什么都有，你这辈子幸福美满等等，可是
啊，你这辈子的果很殊胜，但是你这辈子因为果报很殊胜，但是上辈子没发愿，这辈子迷失掉了，把这些钱造恶业，排放黑水，啊，养殖，啊，动物海产水族卖。听说杀生的行业很好赚，对不对？很好赚啊，可是也很惨啊。啊，你赚到的钱都是你过去是布施来的，但是你现在用不正当的手段赚到你应当赚的钱，本来就属于你的，你还在高兴呢、啊？只是你这个手段不正确，方法错了，制造更大的痛苦啊！所以叫从光明走向黑暗了啊！那你从光明走向光明呢？上辈子的所种的因，这辈子享用，富贵自在，家庭幸福圆满，衣食无缺。那你又懂得学佛，你知道，哎呦，原来我这么有钱，因为我布施来的啊！原来我长得那么庄严，是因为我供花，我供灯啊！原来我家庭幸福圆满，是因为我男女关系正常，乃至于你知道生命有轮回，要不要一天比一天好啊？要不要明天比今天殊胜啊？要啊，那你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你会善用你的福报，制造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福报啊！所以钱够用就好啊，那就赶快受戒，赶快布施啊！所以有人这样子啊，啊，全啊，9月17号供佛斋僧林口啊，对不对？啊，他有福报啊，啊，他就拿100万出来啊。那有些人没有100万啊，啊，他们家在做肥皂的 啊，出家人几个人，我每个人供养一个肥皂，会不会啊？啊，那你这一次要不要每个出家人都供养？要不要？你们要不要？要。我哪有多啦？我哪有多？我来卖这一家的先。有多不？一千块有多不？100块有多不？有啊，这不是钱，这是有关的，这是你的心量啊！啊，你布施100块就跪在佛前，今天有5000个出家人，每一个人都，我都要供养，每一个人都得到我，啊，这100块的供养，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养走呗？哎呀，那你这个5000人的出家人，你就有5000人的力量，知道吗？啊，所以这个不是钱的关系啊。那看你会不会做功德啊？那黑暗到黑暗，上辈子本来就不会啊持戒啊，你这辈子做人是因为你三恶道啊，你下三恶道，你果报满了，好不容易又出生为人啊，所以三恶道的众生这辈子做人都怎么样呢？跟我念一遍：贫穷下贱，被人看不起。走到哪里，苦上加苦，是不是？是啊。那如果他有善根，师父跟他讲，叫他念佛，乃至于师父跟他讲，你啊这么苦，是因为你不布施；你这么苦，是因为不持戒啊。所以佛陀教这些贫穷的人怎么样做功德呢？跟我念一遍：无大布施。五大布施有谁知道？举手，给我念一遍。五大布施：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就是五大布施。五大布施的果报会怎么样呢？给我念一遍：长寿健康，多劳财宝，变财无碍，出身高贵，大智慧。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花钱？不用啊。啊，你当人家跟你讲说，哇，恁有钱啊，阮这善家人，阮也知影要哪做功德，你就讲我听好无啊？阿桑啊，你莫阿哩讲啊，我听师父讲过，经典嘛捌写过，啊，只要你甲我配合，拢免出钱，真诶吼、哦，寺庙毋是拢爱钱哦，啊，看到师父毋是红包都爱摕出来哦，
啊，干嘛呀呢？没啦，你就讲我听，你讲啊，我有信心嘛。啊，然后讲啊，有信心了，你就讲我念一句，你念一句，不杀生能不能吃？能吃。不偷盗能不能吃？能吃。你就讲我听，你就你也真话也呗。哎呀，你不是法师纪念，你有法度让人能吃呢，是不是？啊，可以的嘞。啊，佛陀的弟子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你有一颗真实的利他之心，真实的想要帮助对方，啊，人家可不可以感受？可不可以？感受得出来呢。所以贤圣修道之要诀，天人生信因果。再来解脱道修戒定慧，啊，再来菩萨道要修六度万恨，圆觉圣修十二因缘，啊，那这些有福报的更要持戒啊，那解脱道的更不用说啊，以福报持戒为基础，啊，再来戒法圆满五戒，菩萨戒、出家戒，所以今天是在家人最高的戒律。叫八关斋戒，那慢慢的你入贤圣之流了，三基等见，这边讲的三基等见叫做福报，叫做功德，叫做行菩萨道摄受。有福报才好做事，才好利益众生，个人没有福报修行就有障碍了。哎，某某人啊，那人啊，今天哪没来师父啊，伊无啥物福报啦，啊！伊今仔日阁去人洗衫啦，爱人赚500块啦。为虾米？啊，因为迄落啊，啊，因囝要开学啊，你要开学啊，伊爱存钱啊。啊，所以有钱有福报是修行的助缘呢。啊，所以今天无论如何，大家报喜10块好唔好啊？好唔好？10块就发作大声，一人报喜100块好唔好啊？愈来愈细声，一人报是1000块，好唔好啊？好。愈来愈大声，好嘞。啊，布施越多，得到的越多啊，舍一得万报啊。啊，所以我喜欢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全包啊。我所谓全包是那个啊，我大概包嘛拢超过10000块诶。啊，我拢包迄个上少诶，超过10000块诶。上少就是便当安尼啊，啊你顶拢超过30000的啊，啊你放心免讲，放心嘛几啊万去啊。那只要啊大家在八关斋戒期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利益众生也好，啊乃至于跟诸佛菩萨禀报也好，都可以实践。所以不管你是追求福报的，不管你是追求解脱的，不管你希望你有力量帮助众生的。都没有问题，七众通收，在家弟子、出家弟子，啊，或越三途，只要你这样子做，八关斋戒好好的持守，三乐道的门就关起来了。乃至于佛陀又说，受八关斋戒8次，生生世世不堕三乐道啦。在座的，我看应该拢超过8次啊，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对呀、啊，恭喜你们啊！啊。这是基本好不好啊，啊！你要修行，绝对不能够堕三恶道啊！因为三恶道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啊！做畜生至少500次被伤害，堕恶鬼175万年，堕地狱180亿万年啊！所以你只要堕落三途，我们就看不到你了，知道吗？啊！你只要堕落三途。啊，如果你还有善根，你还可以托梦呢，对不对？托梦也要有福报呢。啊，某某人艰苦啊，我昨梦到伊啊，啊，规身躯澹漉漉啊，溺毙的啊，师傅啊要安怎？往阿红，给伊3000啊，师傅要安怎？今日功德大家回向啊，好唔好啊？啊，所以生命轮回真实的存在，所以戒为保护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啊。六道往返，众生到底要以什么样为依靠呢？到底众生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保障呢？啊，佛陀是这样说呢，跟我念一遍：六道往返，
戒律为最大的保障，生生世世受持戒律，好不好？好啊，那你 只有光明走向更光明的地方啊，就像各位能够学佛啦，持五戒啦，本身就有光明啦，但是光明还不够，永远的光明是什么？跟我念一遍，极乐世界，无量光，无量寿，永恒的光明，是不是啊？对呀、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你那个光明你就不会那么像初一十五的月亮那么像一半日光灯衰减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正得不退，所以你的瓦特数，今天的瓦特数是100，对不对？明天变多少？明天变99，后天呢？可能变49。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你的瓦特数越来越少，对不对？然后越来越少没关系，然后又看到电视上哦八万斋戒，然后你又去，你瓦特数在马上又亮起来了，对不对啊？那所以为了要如此永远的亮起来那你要自我功德力要一直增上要到八地不动地不退转的信不退，位不退，行不退。现在信有没有不退啊？信有没有不退？信有没有成就？有，信成就了有100%的有不要人家哪一天你痛苦来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那人怎么没看啊？师父别说他啦，他去找阿门那啦，找阿门那啦有一个人他学佛真的这样子他学佛很精进可是逆境一来的时候他就抱怨了，我们来信耶稣啦，耶稣都说过了，跟我那边信我得升天，对吧？一个假巴买上升天呢，一边去信那压力呢，信我得升天呢。我本来买我的升天呢，反正我相信耶稣了所以他果真他就去信耶稣了，那那没办法佛陀讲的是信罪，不管你信哪一道，阿拉也好阿门也罢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你做这四件事情，不管哪一个宗教，你都会有果报的，是不是？所以不要换信仰，好不好？好。那这样子就生生世世跟诸佛菩萨在一起，直取人天呐、受一次的八关斋戒，你就升四天王天呐、两次刀立天，三次夜魔天，四次弥勒内院，五次。哇，入来入管了呢，欲界28层天，有没有超过28的？有没有？超过28次八万斋戒的举手。哇，你今晚你没去对啊？28层天你拢无去，你都无啊？你要去对？直接跳到极乐世界啊，对不对？极乐世界啊。好，那每一层天，它会越来越殊胜呢。请问佛陀时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哪一个人高啊？佛陀时代的人高还是现在的人高？佛陀时代，佛陀时代的人看我们现在看像蚂蚁一样哎，我说他们变蚂蚁呢，蚂蚁在二度空间呢，那这个天人也一样啊，每一层天，比如说第一层天就200公分，对不对？第二层天就变400公分了，第三层天就变800公分了。他的身高，他的相貌，他的光明度，乃至于他的寿命，随之这个升天而越来越广，越来越多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叫无量光无量寿那升天呢？升天就不究竟，不究竟升天有五衰相现五衰相现，你五衰相现的时候，天人比我们人道还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堕地狱了他知道他要做猪当他知道要做猪做堕地狱的时候他坐不住了他身上会流汗
他身上的花会枯萎啊，不乐本座啊，啊，乃至于其他的人没有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啊、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啊会有狐臭的，你敢不敢坐在他旁边？跑光光啊，对不对？那天人也一样冒汗啊，啊，那所以人道是最为殊胜的，人道可以修行，一半乐一半苦，啊，能够让我们觉醒，啊，所以像这个天人快要往生的时候，啊，那旁边的天人就会问他：“你希望下辈子往生在哪里啊？”那这些天人说，因为他知道他是造什么恶业升天的，他就这样子说：“希望我还可以做人，继续修行，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除非你受八万斋戒七次升天，七次做人。”七次升天是每一层天你就做七次，做完之后就一直一直一直升更高的天，啊，那佛陀出现的时候，你又降生在这个人世间，跟佛陀修行出家证得果位解脱等等，啊，所以直趋人天，至少升天呐，啊，这个人世间不值得我们久住啊，一百年啊那样呢，啊，四天王天一天等于人间五十年，刀立天。一天等于人间一百年，啊，所以我们至少不要，啊，追求这个人世间的快乐啊，啊，或超有漏而尽登绝岸，有漏代表生死，啊，那今天大家受八关斋戒，代表无漏，啊，那你就可以解脱啊，跟我念一遍，受八关斋戒，轮回有尽。生死有期，解脱有望，净土有名，有是不是啊？轮回有尽啊！你受一次八万斋戒，你这个轮回停止轮回了。那世间的人呢？他是轮回无尽的，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他看众生的生死没有边际啊。所以流下来眼泪，两滴眼泪化成绿度母跟白度母，继续众生就是众死，对呀，啊，所以佛陀要出家，要去休息，净饭王阻挡，啊，他跟父亲讲：“父亲啊，我知道你爱我，啊，可是你爱我就要让我去修行呢，我问你。”你真的爱我，你可以让我不老、不病、不死吗？可不可以？不行啊！啊，所以如果在座各位，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家，老公，你爱我，我知道，你可以让我不老、不病、不死吗？你这样来问啊，你看要怎赢啊？如果你可以，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啊！啊，那爱欲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因为。你绑住我，我绑住你，知道吗？啊，你先生拿那个塑胶绳绑你啊，你拿那个鱼绳绑住他，是不是啊？哇，多姐你看厉害啊！啊，他把你遮住鼻子，对不对？你把他整个头跟他看表，哎，哇，上个厉害啊！纠缠在一起啊，啊，所以叫生死有期啊，受一次八关斋戒。下辈子你就没有生老病死苦了，高不高兴啊？高兴啊！第三个，解脱有望啊！真正的快乐，给我念一遍：涅槃之乐。涅槃之乐。涅槃就代表没有痛苦啊！那世间人没有痛苦，肚子饿吃东西没痛苦；世间人生病去看医生没有痛苦。佛陀这样子说啊，这个轮回。是何等的苦啊！大家都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生病的时候要看医生啊，大家只知道没有钱了要赶快赚钱啊，大家都知道堕在粪坑里面要赶快爬上来啊。可是殊不知道这个轮回的苦就好像堕在粪坑里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轮回的苦就好像大家在生病得癌症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佛陀才会讲出了这个保证大家解脱的八关斋戒啊，
那你就可以到达快乐、光明、自由的彼岸了。所以你不管你念佛也好，你皈依三宝也可以，那就种下未来解脱的因了。那最快速的莫过于八关斋戒啊。那终于净土有名啊，我们受八关斋戒，自己解脱还不够，我们还要常学，常常跟佛陀在一起，常常跟佛陀学习，如果你天天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高不高兴？如果你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高不高兴？因为现在你可能跟人家讲说，哎，我现在真不行，我待会要来阿弥陀佛那里，有人会相信吗？有人会相信吗？我待会要来阿弥陀佛那里，有人会相信吗？你也说去，你现在你嫁到世界，我够不行，我待会要来弥勒佛那里，我这久没去了，人家相不相信？大家都有神足通啊，对不对？那你跟他讲，我要去弥勒佛那边，人家跟你讲，哎，我长到起给了，我等下我要来那个不动佛呀，是不是？现在不一样哎，我等下来叫我你的囡仔都还下课，我等下爱来宰伊，我操到死，我等下要跟伊买菜，我人要回来啊，我来煮饭，你要做一种，你要煮要煮饭的野手，啊，要去看有做的野手，对不对？你迄煮饭，你煮饭迄个语气就无共款。我等下爱来煮饭啊！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找不动佛。我等下要来找我的同学，对不对？我要找同学观世音菩萨，你不一样，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个感受不一样啊，听起来也不一样啊，是不是？净土有名啊，那你受一次的八关斋戒，你那个莲花就会开得很大。你受一次的八关斋戒，你那个莲花就大得不得了啊！所以只要皈依三宝，净土就有你那个莲花啊！所以为什么八关斋戒这么殊胜，可以解脱，可以成佛，可以利益众生，可以断恶修善啊！所以各位很有福报了。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倡印经书、铸印经书、流通经书，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随喜功德。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中华印经协会，话拨账号19658482。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礼拜佛说万佛明经，点灯、药供、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时法师领咒。日期3月24号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三民区鼎中等六里联合礼活动中心，地址高雄市三民区鼎立路125-2号底下1楼，联络电话07-556-9911，07-556-9911，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生命电视台南道场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护生、点灯、供水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3月25号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台南道场，地址台南市中西区府联路106号1楼，联络电话06-213-1112，
0621311112。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来哟、哦，进来听广告。大家对我来哟、哦，做伙来合福咯，精彩的故事哦。阿成哥，广告。时时忏悔，才有法度改过自新；时时发愿，才有法度奋发向上。忏悔会当消除往昔的罪孽，发愿会当成就未来的事业。各位观众朋友，今仔所要讲的主题，就是忏悔甲发愿。过去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家，它叫做犍陀。犍陀国内底，当时有一位老比丘。这个老比丘呢，长期哦，伊倒伫病床顶悬，规个身躯打哭哭、酸巴巴，面色呢安尼黄顺黄顺，真无健康。因为无人去甲看过，所以这个老比丘啊，规身躯呢拢有够垃圾，规身躯拢有屎尿这个臭味啊。因为无人去甲伊清啊。有一天，佛陀在打坐的时阵，伊伫定中观察到这位老比丘伊的处境啊。咱拢知影。佛陀的弟子几啊千位啊，伊毋是随时拢会当遮济弟子内底拢伫身躯边，所以佛陀伫定中的时阵呢，伊会去关照众生的因缘。所以当伊看观察到这位老比丘伊的处境是遮尼凄惨，佛陀呢，伊就带500位比丘前往这个犍陀国。来到老比丘一所大的所在，那么伫甲佛陀做伙来的遐比丘，来到老比丘伊的厝外，看到厝内是遮尼啊垃圾，遮尼啊脏乱，而且呢，迄个味阁真正实在无好。500个比丘呢，大多数人拢暗鼻啊，夹目头，为什么？因为真正有垃圾，所以大多数的人拢要希望佛陀会当紧带因离开这个所在啊。结果佛陀伊颠倒请比丘轮班去甲这个老比丘去甲探视，去甲安慰。那么有的人呢，佛陀就叫伊去安尼去饿安慰啊。来给这个老比丘吃，大家人看到这个老比丘这么瘦的身躯，还闻到他身躯所发出来的这个臭味，很多人他的心肝内就生起那种很轻视、很亚神亚恶的这个心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佛陀带比丘看到这种情景呢，这个比丘万万没想到，三界共尊的佛陀，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去请地色天王，为地色天去出来香汤，佛陀亲身用香汤，
为这个破病老比丘给他洗浴来净身啊。当佛陀做这些动作了的时候，大地为之正震动啊，放大光明。大家人看到这个景象呢，大家拢有够惊惊讶。世尊为一个老比丘沐浴洗身躯的代志，马上就传到这个遍地啊！在这个时阵，不管是国王大臣啊，不管是诸天鬼神啊，纷纷要来求见佛陀啊！在这个时阵，显天国的国王来到城下，见到佛陀，以地形顶礼佛陀，以恭敬来请示佛陀。你是三界至尊呢，万德具足，是甚么因缘，何你这委屈来为这个个臭、个垃圾的老比丘改洗身躯？佛陀这个时阵甲国王、甲议会大众讲，讲诸佛世尊啊，伊会出现伫这个世间，伊就是要来救度一切。在贫穷、苦厄、无助的众生，何因会当离苦得乐？何因会当解脱自在啊？更何况供养破病病弱的沙门呢？啊，是修道者，啊是善家孤单的老人，这个功德呢，会当得到这个无量的福德，而且做什么代志所求如愿啊？就亲像五条的大河溪流，我来到做伙的时阵，也当形成一个大海啊。所以行善，伊就是为点点滴滴呢开始累积的啊。这些善事，安尼点点滴滴累积，将来到圆满成功，修行，到我都得到正果啊。大家听讲呢？内心里内底拢法力充满。在这个时阵呢，国王伊阁继续请示佛陀。伊讲世尊，这个破病老比丘过去到底是做什么种罪业？地数伊今生今世，阁老阁病，阁善阁弱，而且伊的病医未好啊，到底是什么业，让伊地数这种高报啊？这个时阵，佛陀就把这个破病老比丘，伊的过去世的因缘，甲大家开始。佛陀伊讲，过去有一个国王，足残暴无道的国王，伊的名呢叫做恶行啊。这个恶行国王，伊常常去命令伊一个下骹手。那个下骹手，伊是一个大力士，伊的名叫五八。国王命令五八去从哪去用这个皮鞭呢去攻犯人。五八因为国王给伊这个权力，所以就产生着伊的势力。每一遍要去用五八攻的这个受。犯人啊！伊知影五八是一个大力士，迄讲落吼，皮肉拢青笑青笑，所以足济人伊就偷偷啊乌西，摕金钱、摕珠宝去乌西五八，叫伊手下留情。那么伫这个时阵，那是有乌西才会犯人。伊伫五八要该行刑的时阵呢，伊会变看。乌西，这个金钱甲珠宝愈济的人，伊就讲较轻。那是这个乌西少的呢，这个金银财宝少，伊就阁讲较大力。那是无乌西呢，伊就完全出重力来讲啊。所以伫这个家呢，这个受刑人啊，经过五百安尼鞭打，大家人皮开肉绽。痛不欲生，
当时有一个仙人，这个仙人被人所害，到尾仔呢受到刑罚，要从哪，就是要去鞭刑，要受鞭刑。那么伫来到刑场顶悬，要受刑啊！这个仙人呢，伊就甲五八这个大律师讲，伊讲我是一个佛弟子，我将来唔捌犯过恶行，今仔日我是受人陷害，较落到这种下场，希望你会当手下留情啊，放我一条生路。这个世间就是安尼，恶无绝对恶，善无绝对善。当五八这个人听到这个仙人该请求了的时阵，伊内心内底伊就决定，伫要施鞭的时阵呢，动作同款做哦，嘛是足大声哦，但是伊的功夫都有法度，好一条皮鞭呢。未去讲到仙人的身躯，大声都变变叫，但是仙人的身躯安然完整啊。时间一过，五八这个大律师，伊嘛是会老，伊嘛是会破病，到尾啊时阵呢，一命呜呼啊，命终了。因为五八一世人，因为国王给伊这个权力啊。所以利用这个权力，一开始接受到人的贿赂，贪取人的金财啊。所以前生的时阵作恶多端，死了落地落地狱。去到地狱，我跟你讲，世间就是有因果，伊所受的苦就是规工放光，一时一刻唔捌停过。规工就是讲，讲到死，死到生，搁讲，讲到死，死到生。所以当五百伊这条灵魂去到地界内底，逐天痛苦不堪啊！过去共空，连本带利，逐天行，逐天行。那么五百伊这条魂呢，伊伫地界，这个受罪来尽的时阵呢，伊个。道生出世，出世去地，去畜生道内底出世。哇，做众生，一出世了，开始去讲，伊的主人同款，也变呢，逐工就是讲，逐工就是讲，讲偌久，五百世，五百世做畜生，逐工就讲，逐工就讲，讲到这个罪报受尽。伊甲投胎做人，五八伊虽然投胎做人，但是哟、哦，生生世世拢伫破大病，规工着足痛苦。佛陀伊讲，讲到遮个故事的时阵，大家听甲心会生惊呢？为什么听甲心会生惊？因为因果不爽啊！咱做人真正唔好想过分啦。伫这个时阵，佛陀甲国王讲，当时迄个恶行国王，伊就是今日吊打比丘啊。那么迄个五八大力士，就是即马现主持规工伫破病、规工受苦的老比丘。那么当时去往陷害的仙人。就是佛陀伊的过去世，佛陀因为过去世受着五百的恩惠啊，较无唔免受这种鞭刑。因此，今日佛陀伊讲，过去五百对我有恩，所以我今生为伊洗身躯净身啊。其实人生在世。不管是善，不管是恶，终极到尾，自作自受。尊讲生死流转啊，无法度逃避这个因果啊。讲到这的时阵，这佛教故事，予咱
对因果的代志，真正会当讲入心入肺啊！世间无迄种偏的啦，嘛无占人便便宜的啦。今仔日食人一口，将来绝对行一道啊！无影你外高，无影你外恶啊！哦，五百只强，伊有一天嘛变只弱啊！当这个破病老 BQ， 伊这个时阵，伊嘛是倒在遐听佛陀讲伊的过去式。伊听了的时阵呢，伊开悟，伊悟到哦，佮清清楚楚知影过去所做的这恶行，照着佛的加持，伊看到过去式所做的这恶行，老 BQ。当下落眠床，甲佛陀地行忏悔啊！结果伊这个地行忏悔，迄、那个功德力，予老 BQ 生生世世破病未好，这个病痛呢瞬间消失，健康、痊愈、身心安定。当时伫这个时阵，老 BQ。因为伊过去去予遮个病苦来折磨，以道相为啊！这个时阵以道相应。伫这个时阵哦，因为一念的忏悔，一念的明知因果，伊随证得阿罗汉果，四果阿罗汉。各位菩萨啊，修行毋是伫拼自亲的啊！就亲像咱的电火开了随光啊，开了随明啊。你那是要开唔开，要开唔开，在这个时阵吼，永远无法度证得。那么在这个时阵哦，唔是老 BQ 证得阿罗汉果尔，连现天国的国王，伊在边啊听佛陀微妙的开示，伊听到法喜充满。伊当场求受五戒，法愿终身遵照着佛陀的教诲啊，精进用功。哦，在这个时阵，国王证得啥？二果殊陀洹。伊证到二果殊陀洹啊。所以在这个家的时阵，这个故事予人真感动啊。因此，在这我要讲。忏悔甲法愿，真正确实一方面洗除咱的业障，同时为未来道业来建成一个安尼成功的道业。所以讲，海大海啊，无死水啊，故伊就变大；高山伊无死土啊。故伊就变悬。那么伫即个遮，咱学佛修道同款啊，你得戆戆啊修，老实啊修，该做的功课唔好欠缺。你安尼修，安尼修，就是你累积，安尼累积来内底，遮个行善、勤修伫累积，刹那之间，那伫开悟的时阵，拢卜一个一声。你就开悟正果啊！唯有不下善法啊，精进不害啊，方能成就庄严圆满的佛果啊！这就是忏悔加法愿。人生有五句话最重要。第一句，更加困难嘛要坚持。修到这条路，无迄个。一步登天，完全顺境。考无同，有诶考身体，有诶考智慧，有诶考经济，有诶考因缘。所以拄着困难，这个时阵你要坚持。如果你诶人生真正有福报有够，真好，搁较好，你嘛爱淡薄，你袂使安尼欢喜伫遐伫。在那裡身高
安尼气昂啊，袂使，你爱淡薄，你爱谦虚。第三，你爱怎样？搁较歹，你嘛爱有自信。咱袂使讲，因为咱的能力比人较歹，咱的信心失去，自信无够，足容易退道心嘛。学佛同款哦，迄个自信度一定要时时刻刻提升啊。过来，你搁较济，你嘛爱谦。你袂使因为讲我即马好真好过，我着飞离开南山开，你爱谦。世间的福报是要互咱学佛修行，要来开悟正果正道，毋是要互咱去享受着世间的或者虚华。最后，人生五大事。最后迄个大事是啥？搁较冷，嘛爱热情啊！当然，这是伫指大环境，但是伊嘛是伫讲咱学佛修道呢。你爱对佛法的追求爱热情，袂使无心，袂使退失，因为当你退失的时阵，你就袂到，你就袂成就。小故事大启示，各位菩萨，今仔日这个主题就是忏悔甲发愿。咱做人也同款，学佛修行也同款，一定要时时忏悔，时时发愿，咱的道业靠佛道成就。祝福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安尼，后悔完满，阿弥陀佛。假素奉献，搁布施，时时弘法为众生，功德圆满心欢喜，借你斗阵来护持。各位快乐菩萨，大家逐天快乐，快乐为倒来，欢喜原谅对方，逐天去施舍，逐天去布施，逐天去拜师父，逐天呢去做好代志。所以你拍开生命电视台，你就开始快乐啦。因为法师拢叫咱奉心、食菜、布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希望生命电视台，伫咧咱岛，住咱岛人，大家拢快乐。感谢你，阿弥陀佛。好奇好妹1996-5232好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新逢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与嘉义中心联合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3月24号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嘉义生命讲堂，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联络电话0522255888，0521667000。生命电视中立中心举办八关斋戒即药师宝忏法会，恭请湛立法师主法。日期3月25号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中立中心，地址桃园市中立区环北路400号15楼之一，联络电话03422-8806，03422-8806，上午7点半至8点半于中立火车站备有接驳车。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
身如镜藏，智慧如海，自归散。当愿众生同离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生众。祖先已经在过去有道教的道场立了牌位，那现在又拿了三星道场的牌位，要放哪里？啊，这个越多越好啊！如果你有福报有钱，每一个有超度的地方，你都帮祖先放一个牌位，那是你的福报啊！啊，这无所谓啊！啊，但是佛教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过去你放在道教，现在能够放在佛教的道场，那是好的啊，所以只是说这个祖先牌位里面你能够写得很圆满就好。如果你根本现在年轻人爸爸那一代就失传了，根本不知道族谱在哪里了，那你至少写个历代祖先嘛，啊，你所知道的那几位写就好了，不知道反正有牌位在里面嘛，就是有位置的意思啊。然后一份就放在你要放的三星道场也好，基隆也好啊，那另外一份呢，你要参加法会就带着，或是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随时放在旁边啊，这样都好。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